居然还有这样的葡萄，先来看视频。这就是我们三年一次丰收的黑美人手指葡萄。我听说这样的葡萄在你们那边至少都是六七十块钱一斤，那也太贵了吧？几十块钱你们那边是一斤，在我家呀是满满一大箱。黑美人葡萄，你听别人说六七十块钱一斤，你几十块钱就给我们发一箱，良心商家，你千万别坑我。视频同款的黑美人葡萄，我。